看看新闻网。党的十八大各代表团昨天继续举行分组会议，酝酿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讨论关于十七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以及关于党章修正案的决议草案。